这首歌叫什么？叫做非常适合今天哈，就是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好哟，这首歌是不是也可以跳舞？不错哦。对，然后这首歌有新娘特别实力，真的。是是是，所以跳舞朋友可以跳回去，对对对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如果朋友听到可以跳舞的歌曲，就可以直接上来了，好不好？这不用客气，相信大家也都八分饱了啦，对不对？哈，该要消化一下。对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波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《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》，首先问。只有你才叫我牵挂。